那个接接睡觉，看这东西能用地震吗？有地震就算，没地震上山以后还不够呢，他就是价格。有的地方像印第安那个部落里边，他都你都可以免费去拿。是啊，他穿那种脏垃圾，脏垃圾的，对，是吧？他卖给做肥料的地方。行，我回去那个什么，先让他去跟国内那个人联系联系。行。人这东西没什么利润，而且听我说过一次，完了。哎，不过会走，也许会有利润。是啊，等到走不会的时候，万一。